上，一辆黑色轿车行驶在车道中央，却突然向右偏移，砰的一声猛力撞上电线杆，车身甩尾打横，轮胎与地面摩擦，发出刺耳声响。对向路过的骑士看到，吓了一跳，赶紧减速。轿车机件疑似撞坏，喇叭声响个不停。这起车祸发生在8号中午12点多，花莲瑞穗中山路二段，附近住户听到车祸发出的巨响，都吓坏了。撞大声，很大声啊！其实怎么这么大声？是什么？为什么车子怎么响那么久？车祸造成黑色轿车车上的安全气囊爆开，挡风玻璃碎裂，车头引擎盖右侧整个撞烂，严重凹陷，车壳刮伤掉落，露出内部零件。由于车头变形，轿车驾驶和乘客受困车内，警消获报后赶到现场救援。嗨，长辈版。驾驶人自述精神恍惚，向右偏移，自撞路口旁边的电线杆。黑色轿车上的61岁张姓驾驶和62岁的王姓女乘客，两人肋骨都受伤，被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。男子精神恍惚，还开车上路导致自撞，不仅车子报销，就连自己也被送进医院，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刘吉昭、王爷的花莲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